九龙夺嫡，太子手谕即刻进驻行宫。这是要逼宫了。大清的江山绝不能交给老八这种人，立即前往丰台大营。绝大事就在今晚，大清朝最惊心动魄，传位于除君争夺寨，是十四阿哥，不是十四阿哥，你好厉害！大清皇帝一到，一窥铁面君主皇家谜团，大清宫廷剧作首部曲《雍正王朝》，未来娱乐台滂沱上映。